县阿里山达那伊谷自然生态园区，邹主任称这里为虫虫山，山壁上好多条飞瀑同时出现，场面非常壮观。卡努台风外围环流，除了让达那伊谷的飞瀑群再现，也造成许多地方零星落石，大雨视线不良，暂时无法清理。避免我们抢救人员发生危险哈，所以我们可能要等这个雨势或者是明天才做一个整理。从深夜开始大雨不断，曾文溪溪水暴涨，黄色泥流滚滚而下，桥梁道路也都在警戒中。而三美村村民因为水源管线被冲毁了，冒险溯溪到上游查看。居民站在湍急溪水中，从水管管线往上溯源，大雨造成溪水暴涨，冲断水管，只能在风雨中紧急抢修。而山区的雨势到现在还是持续加大中，阿里山林铁四号就有部分路段坍方，怪手出动抢救，直到五号都是停驶状态。阿里山森林游乐园五号持续修园，而大雨让产季的凤梨受到影响。你看如何，明年都有损失啦，一定会这么派去。啊，这地方派去。下头拍了，落大雨以后，这地冒泡。啊，冒泡以后吼，会记得就下雨啊。凤梨浓缩，大雨后出太阳，凤梨表皮出现泡泡就是发酵，很容易坏掉，只能当肥料。嘉义山区连日降雨落石不断，要多加留意，避免灾情发生。三选六国雄古福仙嘉义报道。